最新消息马上来看到，就是国民党换党秘书长，那么现在呢是由金溥聪确定接任，而民进党方面的秘书长同样也有人事异动。党主席蔡英文预计在稍后5点半过后呢就会公布新的人事，那么一般预料说呢是由苏嘉全来接任，要扛起的是明年1月立委补选和五都选战大任。那么稍后呢有关于记者会的最新消息，我们也会随时透过连线来提供给您。